教练是我，是你啊？啊，向左伟。啊，喂，干嘛呢你？喂，下来。怎么了，教练？哎，叫你进来，你怎么爬这门爬上去干嘛？啊？那不是从这里进去吗？门啊，可以把那个门打开才能进来啊。哦，怎么打？哎呀，你这个女学员，我真是服了你了。不是有个门把手吗？外面那个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教练，我第一次摸车啊。啊，第一次啊。哦，我第一次啊。难怪了，哎呀，服了你们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教练。把那个安全带带上。安全带啊。对呀、啊。喂喂，美女。你干嘛呢你？你瞅我就个安全带来干嘛？那不是带上安全带吗？你那边那条啊，不是我这条。教练不好意思。哎呀，我都服了你了。哎呀，怎么遇到这种学员呢、啊？哎呀。啊、哦，不好意思，教练你。嗯。哎呀，是这样是吧？注意会扣来。啊、会来。嗯。把那个座椅调整好一点。哦。你看那么远，距远，你那个脚靠得到那刹车加油吗？是哦。离合你的靠不到。脚不长哦。你有那么长的脚吗？哎呀，都服了你们了。哎，啊，平时我没有教过你们吗？啊，这样可以的吗，教练？你看那么近干嘛？喂奶给那个方向盘子喝吗？没有啊，我都没奶呢。还没有奶，你喂那么近干嘛？啊，那。调整好一点，那个适合那个位置，懂不懂、哦哦？这样子可以了吗，教练？你觉得合适就合适，那个脚要靠到刹车怎么样？哦，离合怎么样？踩到没有？踩到了。踩到那可以了。哦。往前看。哦。不是这样看。你看我干嘛？我叫你往前看着，有没有路障？有没有人？没有。哎呀，坐好一点，不是这样看的，哦、要这样看。哦，那个头，坐好，对，两个头，先往前面看，嗯，再往两边镜子看。哦，这样子吗？后面有没有人？前面有没有障碍物？没有啊。确定安全了没有？右边有一个人。哪里？我都没看见。不是人吗？哎呀。啊。这种学员的这人，我服了你了！哎呀，那你叫我看一下，我又没有，也没有人。我说外面确定没有人就安全了，之后就点火，下一步。哦，干嘛？你干嘛？点火？你不是说叫我点火吗？哎呀，这不是点火吗？那个钥匙这里呀、啊，点火之后就。哎呀，才能动得了啊，会不会？哦，点了，挂档，抓住方向盘。哎呀，那扭来扭去干嘛？挂档，干嘛？你干嘛？你摸我这里干嘛？啊？你不是叫我挂档吗？是，挂档在这里。哎呀，那服了你，真是的，啥都不懂。一档往前推。二档往后拉，哦，那么用力干什么？车都被你拉坏了。下车！哎，下一位。教练，给一次机会嘛。32号再过来了。哎呀，下个月32号啊。下个月32号啊。这样，你回家多看看啊。好，那我下个月32号过来了哇。对，下个月32号再过来了哈。教练，你记得下次别那么凶哦，我害怕哦。知道了，下个月三十二号，记得啊，32号再过来。32号哦。对，我都被气晕了。